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开心，大家能够一起聚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现在我们一起用喜乐的心一起来唱这首。Bye.
为你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你，在这今天的主日你召聚我们，主透过了早晨的敬拜的诗歌，主让我们好好的来亲近你，主巴不得你圣灵这时候来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主啊，像这首诗歌都说，主啊，我们渴望与你相遇，主啊，也许我们这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渴望，求你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主巴不得像这首诗歌所说的，主愿你吸引我，主我可以快跑跟随你，主巴不得这时候圣灵，主你在每一个人身上来做工，主你圣灵这时候来触摸我们每一个心灵的深处，主圣灵来打开我们内在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不足的，是无洁得罪你，主，但是我们要感谢你，主你的宝血，主永远只在那边，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主你就来洁净我，主圣灵啊，主你这时候来帮助我，主当我们说我主我愿意的时候，主圣灵领袖这时候就要来更新我，安慰我们，主啊主啊，这时候主我们真是每一个人都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来赦免，主赦免孩子，主啊巴不得这时候你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因为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你就赏赐我们可以刚强，主让我们可以挺起发衰的腿，举起下垂的手，主来向你呼求的时候，主你这时候就更新我们，主就像这首诗歌的时候，主啊复兴从我这里开始，主啊我们曾是不堪的，主但你爱我，主这时候巴不得主再次把那样的爱，主再次让我们真是来回应，主我们想到主当初我们怎么样的来向你火热的时候，主啊如今我们却软弱无力，主巴不得你向我们每个说话，你赐下安慰，赐下医治，主赐下圣灵的更新，主愿我们的教会主越来越被你得着的时候，主更多的人来信靠你，主愿我们成为你的精兵，主啊洁净我，吸引我，让我能够快跑跟随，主愿我们同样的心在这里祈祷的时候，主圣灵在这里做工的时候，主荣耀都要归给你，主我们把今天的讲台就交托在你面前，主愿以利亚的火在我们中间燃烧，主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在我身上所行的奇事，也就是荣耀赞美归给你，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读我们今天的主导，一起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下面要来读经群的方式，我们要读《列王纪上》18:20-21，然后还有30-39。我们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我先，我起，大家来应。
列王记上十八章第二十节，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二十一节，请。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众民一言不答。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好，那念了两次，对，大概读了两次，但是我觉得也很好，让我们重新的来思考啊，这个到底他们的对话里面有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来读下面三十节到三十九节，我们每一节都要跟着念啊。我先我单数节，我双数节，你们单数节。三十节是我来读，三十节是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三十一，请。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听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好，三十二，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物二细呀。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铜盛拿水倒在筐子里，在柴上。”三四节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够一年满的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你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又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为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啊！愿神来祝福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下面呢，要请我们玉军传道来讲今天他的分享。看啊，我的上帝！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快，时间很快，到五月底，已经过年过一半了。那今天这个主日呢，对我们来讲哦，可能有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前阵子圣灵降临日，那这个主日呢是圣灵第二主日，刚好金课表落在这个章节。好，那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发现说，哇，这么戏剧性的一个金节啊，你居然什么？居然儿童读物在那个成品书店，在书架上面有，然后再看看，哇，不是基督徒的出版社，不是我们想的道生啊、校园出版社，居然是法见的，所以很特别哦，连不是基督徒的出版社都会让他们要的消费者来认识这个故事，所以在今天的早晨，我们透过这一段经节，我们可以互相的来思考，互相的来学习哦。这个经节呢，刚才我们念的可能对有的那个我请小敏帮我放的是
那个 PowerPoint 是今天的，他可能找到的是上一次的。在这个经节当中呢，可能对有的基督徒已经很熟悉了，那比较陌生的，没有听过这个戏剧性的，没有听过这个戏剧性的那个经段的话，我大概介绍一下啊，就是那时候整个以色列环境是非常的败的，然后可能他们就忘记耶和华上帝才是他们的上帝，所以呢，就在加密山上跟他们所谓的神跟以利亚来对仗。那当然在18:25-29，就是说，他们所谓的神，他们所敬拜的神巴利之间有一些仪式性的活动，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他宗教、他信仰的活动啊，系统的一些仪式。那我在准备过程当中，就发现，其实在整个信仰、整个宗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好像一些仪式都相似，唯有我们的信仰是特别的，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最后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30-39的这个过程哦，我们就不再叙述。那我觉得在准备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可能对什么？可能对当时的人，当时的提醒是什么？提醒他们怎么样子？提醒他们，环境纷乱。因为我们如果看列王记的之前，18章之前，一个王又换过一个王，甚至怎么样，越换那个王是越坏的。如果有带圣经的人，可以自己去翻阅。所以整个是人心惶惶，是整个人心惶惶，然后整个环境非常纷乱，以至于他们去拜别的神。第二个我觉得提醒他们是什么，在众神中啊，要以色列百姓知道什么，要以色列百姓知道说，唯有我才是独一的神，才是有能力的神。那其实这段经文我想对我们来讲，刚才有提到说，心实恶意连续两遍，我们读了两遍了，有一些提醒我们，好混出来的。我们讲到说巴利，这个是巴利，是迦南重要的神。那这边的图，橘色那个图，我有一个示意的，就是他们在一些混乱的方式下，要求火降下来，这样在他们的祭坛上看谁可以点燃那个祭物，结果他们的神用了一些套用我们现在想法，就是一些基础的仪式方式，但是火没有下来。那这样子的话，对当时的读者来讲是什么？要提醒，不要忘记上帝的真实性。他才是众神当中唯一独一的神。在那个时候，那个地区还是有很多的神，以至于民百姓没有办法分辨。所以通过这个故事，这段经节提醒他们，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神。对我们来讲，我们刚才提到说心存恶意，我们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想到什么？心存恶意，我们先来去整理它的整个环境。我们刚才讲到说巴利。那边有很多的神他在这个经节我们大概就介绍这两个神，一个是巴利。巴利是什么？巴利是男的，他是掌管什么？掌管气候，掌管牲畜，掌管我的农作物有没有丰收。那他的太太是谁？我们的亚瑟拉，他是掌管什么？他
是掌管生育啦、繁殖之类的。所以你可以去想说，心存恶意，心存恶意就是这边原本的意思，这边一定要往那边跳。那如果我们把它想的是什么？他教导啊，他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不是这边利益看一看，那边利益看一看的选择，哪一边对我有利的利益的，我们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利益的信仰在里面。提醒我们，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心存恶意，不是要我们去过一个利益的信仰。你看刚才讲的，我们重复念念的经节，如果巴力是神，就敬拜巴力；如果耶和华是神，要敬拜耶和华。对我们来讲，不是吗？有时候我们的信仰会变成是一个利益哦。刚才有讲到的说，你们心存恶意要到几时了？有时候我们虽然有这个信仰，但是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也活在一个状态之下？什么状态呢？我们刚才讲利益信仰，有可能有时候是落在一个是什么？哇，神啊，我的主啊，你一定要怎么样子，我就怎么样子。有没有可能我们落入的是一个利益信仰，就是所有人家讲的有应供的信仰？上帝，你回答我，你对我怎么样子，我就来敬拜，我就来回应。也许我们当中并没有这样子啊，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但是从这段经节，除了提醒我们之外，有时候我们也提醒我们，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有时候我们生活是困难的，有时候环境是不如己意的。可是怎么样子？我们有时候会选择专注自己的判断，专注自己的感觉去走，以至于什么？以至于我们忘记，主是全能的，是超越的上帝。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来介绍一个人啊，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布伦兹，他是什么？他是路德的好朋友，然后也是信义宗的神学家跟宗教改革者。那在西班牙，在西班牙国王在当时面对这些改革者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子？他们常常啊受到逼迫。那这个人呢，或者是这个人也不能幸免，也同样的受到逼迫，甚至被逼到什么？被逼到那个农庄的角落，又被那个骑兵啊追杀，所以不得已他就躲到房子的。我们讲说阁楼或者是天花板那个暗处的地方，因为骑兵四处追查，那当然没有查到他，可是没有查到他，还是在那个附近啊，怎么办？也没有食物，就是这么，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奇妙性，上帝的全能超越性，就是这么大。他在这农庄里面刚好有只鸡，就这样子每天过来，然后每天就下一颗蛋给他，就这么巧，一直下到15天，第16天没有下蛋了。同时他也从其他的人知道说啊，那个骑兵那一群骑士骑兵已经离开了，所以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说一切都是主的引导，一切都是主在当中的掌权。我们可以想说什么？我们可以想说，我可以忘记上帝，有没有？我们环境困难的时候，像那些人不在环境困难当中忘记神吗？忘记上帝的真实性，忘记上帝的作为是这么的全能，这么的超越。同样的，我们也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忘记上帝的。但是这一段经文在今天讲的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忘记上帝，但是怎么样子？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
因为它是怎样？它是带给的。我们可以去想什么？我们可以想说，也许我的生命是到达一个非常的干燥，就是已经很低潮，非常沮丧，但是我们透过今天这个经文来再一次的去思想，或是再一次的去表明也好，再一次的去确据说上帝的爱就是这样子信实的引导我们，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敞开生命。我所谓的敞开，不是我来聚会我成为基督徒的敞开，是一种你生命全然的敞开，把你生命的各个层面就交托在主里面。怎么讲呢？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讲到说，他请他怎么样子，他请他们说，你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那里来去那个修理，修毁坏的主坛。我们刚才讲到生命的敞开是什么？你们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是靠近我。有可能我们怎么样子，我们来聚会，但我们不完全真的是靠近上帝，我们不完全真的是愿意来敞开生命。但是他们到我这里来，你是不只是成为我的儿女，是你要靠近我，靠近我，让我怎么样子，让我与你同在。甚至我们可以讲到说，他的重修足坛是什么？他的重修足坛，我们看这样子，其实他的原本的意思有医治的意思。所以，当你愿意向生命敞开，让神靠近你的时候，有时候你想，那一些在那个黑暗时代，我一下子要看这边的信仰对我有好处，那边信仰对我有好处，你不觉得那些以色列百姓其实他们的心里某个程度虽然有利益的信仰，但是他们的生命的某一个层面有可能是缺乏，有可能是不足的，有可能担忧的，有可能是在不安的状态之下。但是上帝透过以利亚告诉他们，靠近我，我要医治你。在这个过程，在这个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当中，我要医治你。我们会可以讲到说什么？有时候，当然，有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有可能说：“哇，我很疲乏，我很不足，我不行。”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来讲说，在这个不足当中，他要带领你，他要引领我们，他要医治我们。我们来看看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一个神父，还蛮有名的，鲁豫。我觉得题外话蛮特别的哦，他是我觉得我在这一次的准备当中，我发觉哇，这两个人分别是在不同的年代，但是在同一个月份、同一天生日，然后在同一个月过世，我突然觉得有点惊讶，居然他们是在同一个月份、同一天生日，然后同一个月离开人世的。他是一个容光焕发的荷兰籍的神父，他可以帮助很多人。他的有趣的一点是，他可以帮助很多人，但是他居然不会做三明治，蛮特别的哦。那他的足迹遍及很多三大洲。那他有讲，他是一个，我们可以讲到说，他是一个负伤的治疗者。他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他还是一样，他讲到的有不足、有缺乏、
有担忧，有不安，有焦虑，但是有失望，但是要在这一些当中去看见怎么样子，去看见上帝，去看见，去找到力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一定要是非常好，我才可以来服侍主，或者是他大概就是一个属灵的强人。不，从今天的早上，从卢云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子。他是一个负伤的治疗者。他也提到，有时候艰困的环境要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说，上帝有时候我们会在服侍过往的，在服侍的当中，我看到有时候听到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哇，他觉得很疲累，但是，疲累是另外一个层面。有时候疲累有时候是正常，但是他要在这个当中帮助你看见上帝与你同在。就像鲁云所说的这样子，真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刚才讲的是，他以利亚请那个百姓倒水来，看起来一倒水两倒水，祭物又没有，祭物坛上又没有火，又加水，怎么有可能呢？怎么火有可能点起来呢？但是上帝就这么奇妙，这么超越。有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在工作当中，你在你的家庭当中，有没有一次又一次的不顺遂的事情打击你，以至于你觉得哇，这是不可能的，那个盼望不再是盼望。但是我们透过这个经节，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在今天早上一起来学习说，有时候这个不可能将要成为上帝的荣耀，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我们常常去怎么样，我们常常看到环境，我们就用我们的脑子去限制，去限制上帝的作为。但是怎么样子，他讲的箴言说的，不要去仰赖自己的聪明，要专心寻求上帝的引导。有时候我们不要去限制他的作为，因为他的作为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去猜测的。所以再来也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今天的早晨，我们从这段故事，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思考的是什么。这个经文要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是不是要专心一意的在这个当中。我们知道做什么事情都要非常的专心。有时候信仰一样，我渴求啊，哇，我渴求有像这一段的经节这样的神迹奇事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难处里面，在我的软弱当面做工。但是呢，我知道上帝是伟大的，是奇妙的，是超越的。可是呢，怎么样子？我不一定是怎么样子，我不一定是跟他有交流，有沟通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跟朋友认识，一定要跟他讲话，我们才能够认识。特别是越好的朋友，我们是不是跟他越有默契？因为我们常跟他沟通，常跟他有交流。是吧？你不可能说没有跟他说话，我就知道他。特别是在旧约里面提到耶和华的爱是什么？上帝是慈爱，是信实，但是耶和华的爱也是什么样？爱中是带有祭血，什么祭血？就是有点是像恋人般的爱。我们说，情人眼里容不下一粒沙，
不是吗？有时候你会看，你会从一些旧约的经卷当中，你会发现上帝的爱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的专心的，所以他也渴望我们是专心。像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生命记》，专爱我们，这个爱是什么样子？是带有什么？虽然它是慈爱，但是是带有的是祭血的。我讲的容不下其他的人，你不能够敬拜其他的人，单单敬拜我。我们也可以说提到说，我们今天的经句是什么？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在什么？在我们刚才读的18章36节，透过一些以色列历史的他们祖先列祖的称号，来再一次的幻想说，我是怎么样的神？我是信实慈爱的引领你的列祖，一次又一次的出来。其实他用一种很历史的来唤起他们的记忆，也透过这样子来去表达说，我爱你。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是什么？世间的神，世间的上帝，有时候是恐吓的，你不爱我，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修理你。但是你看，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再一次的去显明，只有我们背叛远离神，但是他永远用慈爱来引导我们。同时我们也谈到说知道是什么？知道其实是一种更深的，在原本的意思是一种更深的，我认识你，我要更认识你，更经历你。我们讲到了朋友的关系，你一定是非常的认识他这个人的，渴望认识他这个人的属性，知道他的性情怎么样，与他有真实的关系。与他有真实的关系，而不是我们讲的聚会性的儿女。现在真的知道，哎呀，我的父的属性是怎么样子。我们这边在今天早上我们不谈以利亚的信心，因为以利亚他也有他的因为他只是上帝的管道，特别在后面的经节呢，他还是有他要面对的事情，不是今天的重点。因为信心，因为我们讲到的信心，如果没有专注的话，有时候是一种，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太平式的属灵勇士。他们也曾经与神同在过啊。我记得好多年前，大概7、8年前，我听一个王浩威作家，就是医生，他有提到他研究过的。他的研判，那时候对我底下我在听的时候，我想他一定有经历圣灵，但是没有一个持续的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终究是溃散的，缺乏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早晨，我们来说，我的生命就是跟主说，我的生命要来更多更多的认识你，而且是那种专心一意的认识你，认识你的话，从你的话语当中，我要去经历你的引导。这段经节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我们要寻求主，不再是只是说，哎呀，我觉得成为上帝的儿女很棒，哇，好像不用跟其他的信仰是拜拜的，跟其他的信仰，我比较圣洁，他们呢比较黑暗，
不是，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识主，我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也同样的把这个恩典与人分享。专心一意认识主，我们也可以在这一段经节里面，我们提到的专心一意的寻求他、认识他，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子？我们去寻求什么？去寻求上帝的同在。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巴力的火跟耶和华的火在这当中，巴力的火是怎么样子？巴力其实它是从我们刚才最前面有看到拿一个类似像闪电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它是从大自然当中我们讲当时的人赋予的想象总之是创造出这样子的一个神来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去想到是什么？这会是一个徒劳无功的信仰，到最后也是使自己受伤的。但是我们要寻求耶和华降下那个火来是怎么样子？其实我们都知道，我要有更多的祷告在我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说我们是真的祷告在里面，耶和华的火，那个火必降下来，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降在我们要为他做的事工当中。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我们再去思想什么？我们要去寻求什么？我们想到巴力的火跟耶和华，我们要去思想什么？我们要去思想说，我在寻求耶和华降下这个火的时候，我生命的态度是怎么样子？我生命的态度是不是处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面？我的动机是不是纯正？我们去看36节跟37节的差别在哪里？36节的时候，以利亚说：“主啊，你降下火来。”好使怎么样子？好使他们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我为你行这事。但是怎么样子？你看37节的转变，他说：“主啊，求你降下火来，使百姓怎么样子？使百姓真知道你，而且怎么样子？”真知道你的能力在哪里，这是不一样的。也是36节、37节，到一直到38节、39节，那个耶和华降下来火的一个过程。有时候我们可以去寻求，我的动机是什么？从这一个经节当中，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知道说，他的改变是使证明知道你，然后认识你，又叫你，又知道你是使证明的心回转的。所以我们可以讲说，爱主的火有没有？爱主的火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是燃烧的，爱主的火在我们每一个里面，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可能、在软弱之处，是大有权能的。主是大有权能，特别是圣灵已经降下来了。我们讲到说，今天是圣灵的第二主日哦，他能够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超越我们觉得是。我们所不能，我们觉得我们困难的地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主啊，你来帮助我，
但是我们在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这一段经文，哦，刚才我们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学习，在主里面专心一意，在主里面不断的炼净我们。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透过你的爱子赏赐新的生命也给我们，也赏赐圣灵帮助我们。圣灵，我们要向你说，你就像风牵引着我们，你就像水一样润着我们，你也像火一样。主，我们向你说，圣灵啊，你圣灵的火，我们需要你。圣灵的火，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难处，你为我们赐下能力。主，在我们的私欲当中，你圣灵的火为我们燃烧殆尽。圣灵的火，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逃离喜悦的地方，你不断的炼净我们，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也在我们的生命之处照亮我们，享受你所赏赐的丰盛。主，也帮助我们活出你那个创始成终，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美好的心意。我们向你献上祷告，我们这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用诗歌来回应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量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专业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我们的恩赐、我们专业当中，我们被主大大来使用，在上帝国里面是一棒接着一棒，然后去传扬上帝国的福音，也在这一棒接一棒、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当中，看见上帝的荣耀的丰富在里面。好，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主。
靠近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不止与我们同在，你医治我们，医治我们心灵每一个层面。主帮助我们带着这样子的身份，带着我们所拣选，我们不只是他所拣选的儿女，我们更是他荣耀的器皿。主帮助我们成为在这样荣耀的器皿当中，主，你引领我们。从你的生命流出你爱的管道，流出你基督的样式，你荣耀的方式，在我们所要你要我们所到达的生活现场。主，我谢谢你，赞美你。主，你的爱，主的火已经在我们每个人的当中。我们在今天的早晨，我们要更多的回应你。回应你，我们是你拣选的器皿，是被你大大使用，在我们的生活所在现场，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刻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感恩。